吃吗？对。我可以先吃一口吗？先口你的，我想尝一下你的这个，我看着挺好吃的。那你先尝吧。行，那我吃了啊。嗯，吃吧。你的吗？你说这个是这个吗？嗯。啊，全给我吃了。嗯，怎么了？但我也想吃啊。你也想吃？吃完了。那再点个呀。好了，开始吃吧。也想给你吃。哎，你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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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你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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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好吃吗？嗯，那我吃了啊。嗯，吃吧。那你弟怎么办？弟不走。扛。咋办？这个扛。你去扛，去扛，你去。把花生给我拿着。好。好。进去。拿纸，再写。这是你的绝招吗？要不要？小包子，咱俩和好吧。你只要你听话，姐就带你吃香喝辣的。那我给你，等你来吃。拿过来。给爸爸给你个赞，好样的。爸，你要去换衣服，我都不要给你去。然后你要穿内裤，我都不要给你。都不要给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不能穿内裤？好，我不要去啊！你要去夜市，我也不要带你去啊。去换衣服，我都不要跟你去。然后你要穿内裤，我都不要给你。为什么不能穿内衣？我不管你了。笑着抓，真的，他不知道怎么走，一直走，走，真的，迈不出步数，真的，真的像那个那个班主的状况一模一样的，像那个是真的吧？怎么办？班长会疯掉。听不懂指挥啊！全部接了都是找不到那个的位置，一直跑来跑去。那时候我去当兵，我那个港铁的那个部门，原地相关的行业都，你单位相关的。那你们怎么沟通？一个我们单位都是，一个就是两个人。那你们怎么沟通？
帮他写字啊，写资料都不会写的。然后我们在当地在中心这种训练的时候，他们听不懂指挥呢，向我走，我在那满都是不熟的，真的像那个。那个，包括班长的状况一模一样的，所以那个是真的吗？怎么办？班长会疯掉。听不懂指挥啊！班长就很生气，生气有在笑，又听不懂啊！怎么管理这个队伍？我们真的全部接了，都是找不到那个的位置，一直跑来跑去。啊，连横队、连纵队、连区，有时候都不中啊。嗯，然后有赌博中哎。我跟你给梦，但是弟弟们旁边得骂赌啊。澳门那时候大部分不弄很多嘛，也是乱跑。以前这以前还有没有打算？这些都是不懂的。很好，因为我们一般训练的时候嘛，各班。各班训练，那个班呢，就指挥给我们指挥嘛。高，向着转，真的，他不知道怎么走啊，一直走。太好笑了。那怎么办？哎，管理你那个队伍的人很辛苦。哎，马可俊，你那个年代一定很多这种很好看的军校，哎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哎呀，看起来你方面很确实。在这边喝水龙。有小绿油，咦？这衣服伤口能不能痛？我在用消毒。好，家中来帮我点一点。不行，那是我专用的。来，点哪里？八戒。小。那你头太大。动不动。你要点哪里？小鸟。已经看不到了。过来了。好了，拜拜。还在大叫。一个，这个有小绿油，咦？这衣服伤口能不能痛？我在用消毒，然后我先帮你用消炎药膏，你看看。啊，怎么那么脏？啊，我再帮你用干净就不要。好，再用。啊，对。嗯。对啊，你还没上吗？没有，你还没有热锅吧？还有啊。很多。很多啊。加重来给你点。家中来帮我点一点。不行，那是我专用的。点哪里？界限。十八界。界限哦。甲界哦，甲界要讲啊。甲界啊。警戒哦。甲界。和界。快点，快点，要干净，过来，快来。咦！好了，好了，你自己看。哦，消炎药膏。哎，我要包吗？要包吗？我包啊。那个头发要剪吗？这样怎么剪？你要等那个拆线之后再剪。要抱回去没有那个啊？你自己剪。你为什么听不了？眼神。眼神。眼神。确认过眼神，你就是对的人。没有办法呼吸了，不会呼吸的痛。哦，我就是鬼吹的好难听啊！哪里？怎么那么小？那你头太大。拿出来，我知道啊。你要拿多长？拿到耳朵那里。动不动。你要剪哪里？你要给它推开，小鸟。哈哈你要剪哪里？没有，你要剪哪里？剪这边就不会那么。那不用剪啦。不是。不用啦。你别特意呀。我就是要掏耳朵啦。哇，我的耳朵呢？听话的就要剪掉。一边。我跟妈妈讲了呢。等一下，双击，你躲不了。我眼睛看不到啊！过来了，眼睛没了。没有，这戴鼻子这边要不要？鼻子这边要不要戴？要不要？要啊，要戴。人家都有这种本事。对呀，再剪个洞。你自己玩。
这里啦，快点。哦，你妈的，人家去服，人家服务别人啊啦。好了，拜拜。哎，叫大家哦。啊，你搞的，你搞的。